今天来世在白鲸面前做俯卧撑，他们会有什么反应？竟然亲我，着实有点妨碍到我了。为什么不理我？这里刚刚好。喝水叫六六过来一起玩。这亲的也太用力了。当然不能忽略了六六。往两个大脑门中间，然后一个大脑门清理，结果就是被六六吐了一脸水。六六和莱蒙看同事不理他们，于是开始各种方法骚扰。轮到六六，莱蒙接着吐水，他还不理我们。一直到我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瞬间安静，于是我又走开。小样，过来陪我玩呀，看我的大脑袋。又开始骚扰别人了，可能孩子看我不在才能放得开。